大家好，我是 Paul， 周到周英文一起读。这个照片看起来又搞笑又觉得很了不起，那他的表现的确是很令人觉得哇，真是神给他跪了。他是个奥运选手，那他为什么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子呢？我们来看这故事怎么说的。所以这个人叫做 Jim Thorpe。 Look closely at the photo. You can see that he's wearing different socks and shoes. 所以你就看一下这个照片，你就会发现他穿着不同的袜子跟鞋子。He's wearing different socks and shoes. This wasn't a fashion statement. 而这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他并不是在做一个流行的宣言。所以我们讲说什么什么 statement， 这个是的确可以用在就是你讲了一个什么话。可是你穿的衣服，你的衣着也可以是一种宣言，这个大家可以理解的概念。那像现在说不定篮球场上还真有人会穿不同颜色的鞋子，那你就说这个人特立独行，也鞋子也是不同。那好像也蛮酷的。好 ，anyway， 那他穿两只不同的鞋子，倒真的不是一个流行方面的宣言，好，不是在展现他的品味用的。那这是在1912年的奥运会上。那一般讲我们奥运会的话，都会加就把它变复数，就是 So it was the 1912 Olympics。那 Jim 呢，就代表了美国的这一个田径队 ，and Jim represented the U.S. in track and field。所以 track and field 就是田径。OK， 那讲到田径，我们或许可以小小补充一个东西，就是田径里面的项目。那一般讲说竞赛，竞赛就外面那一圈嘛，田赛就中间那一块，所以外面那一圈叫做 track， 里面那个就叫做 field。那有些什么项目呢？其实田赛大概大家竞赛可能大家比较熟，就你说几百公尺啊，100公尺啊，200公尺、400公尺什么的。那还有像是大队接力叫 relay race， 好，接力赛。那还有那种跨栏叫做 hurdle， 大概就这样子。OK， 所以那种快跑的叫 sprint。那如果是慢跑的话，慢跑叫什么东西啊？好，大家先不管，来，我们往下看。那田赛呢，里面就还有很多项目嘛，你知道，像跳远 long jump， 是不是叫三级跳？好像是吧，就跳三次的那一个，知道在说什么哈？那个叫 triple jump， 就这么简单。那跳高high jump 啊，所以这个。就叫跳高吗？好像是吧。现在世界纪录是不是两公尺多？应该是。好 ，anyway， 然后再来是那个撑杆跳，叫做 pole vault。OK，pole 这个 pole 就是一根东西，像我们讲说那个电线杆子之类的，也是这个词这样子。OK， 好，那 vault 就是把自己撑起来、弹起来，所以 pole vault 撑杆跳。那下面这个叫 shot put， 这什么东西啊？铅球，就搁在你的那个肩膀或者搁脖子旁边，转转转转转转，把它推出去啊！所以这几个都是丢的，在田赛里面丢的。所以 shot put， 铅球 ；discus throw， 这 discus 就是铁饼呐。那铁饼很像是那个一个 disc， 他们讲说椎间盘也叫一个 disc， 因为它都是一个圆圆的一个扁扁的一个东西。那更不要说是我们说这个硬碟，事实上里面也是一个硬盘盘子嘛，对不对？那像是 CD。也是 disc，CD 的 D 就是 disc， 那这边的 discus throw 这样子 ，javelin 是那个标枪啊，丢标枪啊 ，javelin throw， 那最后那个抛铅球叫做 hammer throw， 好，所以补充了一下我们田径里面的一些这个项目名称，所以代表美国track and field。On the morning of his competition, his shoes were stolen。所以，但很奇怪的是，在竞赛的比赛那天早上，鞋子被偷了。Luckily, Jim ended up finding two shoes in a garbage can。所以很幸运的是，他在垃圾桶里面找到两只鞋子。哇塞，好，最后 ，That's the pair that he's wearing in the photo。所以这一双鞋子就是他在这个照片里面的鞋子了。OK， 哇，真是太酷了。But one of the shoes was too big. 但是很不幸的是，其中一只鞋子太大了。So he had to wear an extra sock. 他就只好多穿一只袜子，让他本没那么大。So wearing these shoes, Jim won two gold medals that day. 穿着这个鞋子，他那天赢了两面金牌，真是太屌了。OK， 这仿佛就是我跟你比赛，然后我右手让你，但右手还是说的太夸张了，因为鞋子可能没有到右手那么严重啊。如果今天一个比赛是需要两只手的话，可是还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啊。我会觉得穿的好一点、舒服的鞋子，那这个人呢，我觉得很厉害。好 ，Anyway， 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